说你在炒新闻呢、欸？我炒什么新闻？我你就去看我怎么炒新闻。这外面炒的沸沸腾腾的。哦。被那个被他告，叫他去跟汪建明对一下。哦。有没有？他们两个最清楚了。董叉叉欠债离婚，还扯出孙协志，金主林炳文再爆秘密账户。我光是研究他的账都差不多研究了都一个多月，后果真的是被利息给用死了。谢老婆还在，还是离婚了，还在吧？离婚是离婚，但是还是在。你说离了？是有签离婚了，有去离婚，有签字离，有签字离婚了。哇，今天最大的新闻出来，这场戏我决定把场面搞大。任何一个，对啦，不允许老公这样子。对啦，所以才会把大安区的房子留给他老婆这样。但大安区的房子也拿去借钱了、啊，他老婆也帮他了、啊。卖出去了吗？应该没有吧，但是贷款很多了。问题就是他这个是他的心态，不要再没有脾气。做什么事情你要有自己要有原则，已经遇到了问题，要想办法怎么解决，不能这样子软趴趴的没有用啊。董叉叉欠下2亿债务，两年前宣布破产，替他处理债务的林炳文今天透露，碰狗早已跟老婆离婚了，但债务还有案外案。林董表示，早在碰狗宣布破产前，就透过汪建明、孙协志牵线还债。从中抽成的孙协志后来见苗头不对，才赶快脱身。孙协志什么时候出事？我当时那时候查，去年吗？应该就是碰一块要爆的时候。哦，要爆破，要破产，爆那个破产那时候。他的夜总会的钱全部都汇给汪建明，之前的对，汇了多久啊？很久。所以那些钱其实都要不回来了吧？因为汪建明自己也欠一屁股啊。对。那要那碰狗是觉得汪建明在帮他还给别人，可是其实汪建明自己用不知道哦，不晓得这个我们就不知道。对，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。因为我问他，我问胖虎，胖虎也不讲。哦，那利息高吗？有到地下钱庄的利息吗？我觉得里面应该有卡到。But 孙协志事后po文开骂林炳文炒新闻，再次严正说明，我从没帮任何人牵线任何事，也跟任何地下钱庄或高利贷无任何的关系。我只是听到我叙述给你们听，不是我在炒新闻，叫他去跟汪建明对一下，有没有？他们两个最清楚了，因为有借他钱的人有说到他，是不是地下钱庄我不知道，但确实就是有这件事情。不要为了自己要顾及形象，对不对？我讲的就是我听到什么，我就知道什么。你们问我就讲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。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已经就是很早的事情了。不会生气啊，他有没有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啊？然后孙协志也再度反击了，我这人坦荡荡，有问题就请直接来找我，也请拿出证据证明，别只用听说、传说、传很久这种无聊的事来说嘴了。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哦。